夜里一点钟的时候啊，落着了一个梦。刚才做梦，梦见我姐和姐在学校里面，然后收拾完东西以后，哎，我今天没去学校了，我说我要去学校的。然后我妈妈不是说了什么，是吧？我想，如果不去学校的话，不是东西搞丢了，到时候万一，想到这个事情呢，我就醒了一个，我想了老半天，我也不知道我在哪里，后来想起来在哪里了。这个是，梦里面啊，在学校里要搬东西，就醒来的时候。我醒来之后，我不知道自己睡在哪里啊。哦，原来是在已经在美东了啊，美国东部了。我看到那个飞机哗哗哗哗，快速在这转呢，在海上呢，在海上转呢，在海上转啊，快速的在转，飞机快速的在海上转啊，转的时候，把那个飞机从外星球。带过来的，那个金属啊，那金属可以称为重金属啊，密度很高的，密度很高的，称为重金属啊，填到那个海底里边，从海底里面填下去，往地心方向填呢，也就是磨出逃的地方啊，出逃的，以后啊，出逃以后应该里边的地心的，地心的核物质啊，地心的核物质同海洋相通了啊。原来它是关起来啊，现在一通的话有可能大量的核物质会跑到海洋里面，所以啊，外星人呢紧急的，紧急，把那个孔先堵住啊，孔先堵住啊，就是说地心连往，海洋的无论哪个维持的空间都把它堵死，堵死以后呢就是。不让地心里的核物质，流到海洋里边啊，然后堵了以后，然后，外星人清理，海洋里边的啊，不是海洋，清理地心里边的，残留的核物质啊，把它清洗掉，清洗完了以后，再继续填，把海洋里，不是把地心里边的那个把地那些空洞啊，全部把它填满啊，填满了以后。把重金属物质填到地心啊，这样就结实了啊，地球结实了，因为现在地心里面都是空的啊，被磨搞得千疮百孔，所以地球不结实嘛，不结实，引力也不行了，因为那个里边空的嘛，物质不行的情况，密度又小，而且是空的，你这哪来大的引力把那个地球搞结实嘛？所以说那个同其他星球比起来，那个一点不结实啊，地球一点不结实，原来是被那个磨口龛，搞空了啊，空。现在呢，外星人要把重金属，将来堵到里边，先把口堵住啊，然后清洗核物质，然后再重金属再填，填地心，这样的话，将来就是引力就大，引力大了一个就，引力大了一个就把那个。地球拉住了啊，把自己往地心方向拉住啊，拉住了就结实了啊，结实了，不像以前，地球很不结实啊，是这么一个情况。好啊，原来这么一个事，好啊，知道了，好，再见，再见。